所以 μ s 呢是大于
那现在我们就等于是求利益的问题，啊，求利益的问题，这个是平衡问题。平衡问题，我们是用平衡的问题来做。那你要用平衡第一条件中第二条件的话，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关键的物体找出来，把作用在关键物体上的外力画出来，一个不能多，一个不能少。那现在我们画外力，首先画什么力啊？画什么力？画重力，超距力。超距力作用在它的中心，啊，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二分之 L， 这个地方也是二分之 L 啊，向量差。啊，那么这一关呢，接触力有接触力，因为它跟它接触。我们已经说过，这里没有摩擦，你要注意到没有摩擦。没有摩擦的话，在接触面只有正向力，所以我们这里啊，就只画出一个跟后摆维持的正向力。我们讲的这个是 N2。好，再来，地面跟地体接触，接触的地方呢有正向力，有摩擦力，梯子有向外跑的倾向，所以摩擦力是向里头的啊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解，这个是 Fs， 好，这个是。
因为这个甲醛这一边跟这个甲醛这一边群体，这一边跟这一边群体，所以这两个甲不是相等，就是互补。因此呢，我们就写正的是 SS， 负的就是 N2 乘上三 C 的等于啊 N2 就是它在这个分量啊，好，这是第二式。好，再看 sigma SY。sigma Fy 等于什么呢？有两个例子， N1 是正的， W 是负，三个例子， N1 是正的， N2 cos sigma 也是正的， W 是负的，所以它就等于 N1 加上 N2 cos sigma 减 W 等于零。Equation three， Equation three， 那么我们就可以，我们先解一了啊，一式啊，由一式我们可以得 N two， 因为 W H L 我们都知道了 ，theta 也知道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取 N two， 好 ，N two 它就是。WL cos theta sin theta over 2H， 好，这个是等于你把数字带进去嘛，20 sin 70度和 sin 70度2乘10，好，这就是32半 ，n 32半。好，我把 n 出啊，代入第二式 ，n 出在这里就是 s 啊。代入第二式，我们求出 static friction 是32。乘上 sin 70度，这个是38。我们再把这个代入第三，代入第三，我们就得 N1 等于100减32。这个是89半，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取这个 mu s 啊，大于等于这个有了，N1 也有了啊，它就等于这个是30/89等于0.5，就是说你这个只要比这个大都可以啊，最小最小要等于0.34 OK 啊。那么做这个题目啊，以后我肯定就不写了。这些我都不解释了，我只把应该用的式子啊告诉你。你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晓得这个方法，对不对？你先分析，分析完了以后，就找关键的物体，然后把它的外力画出来，画出来以后就列式子啊。你这个会列以后解方程式，解方程式是老早就学过的。好，这是一个
斥责他。好，那么我们这里就是说，你看这个是先用平衡第二条件，再用平衡第一条件。你可以用先用平衡第一条件，再用平衡第二条件。你也可以怎么样呢？一再重复用平衡第二条件，就可以解题目了。我们做一个题目给各位看。这里讲有一个这个硬棒没有重量，我们讲硬这个没有重量的，这个无质量，没有质量，它水平的跟这个墙这里面有一个铰链把它链住，然后用一根细绳系在这里。这一个接头跟墙之间的距离是 D 角，这个角是 C 来角。这个地方掉了一个重为 W 的东西，把整个系统在平衡状态，在平衡状态。我们现在吊球啊，我们假定这个是 A 点，这个是 B 点。这个是 C 点 ，C 点。我们要问 C 点，墙在 C 点给这个体子的水平力跟垂直分力啊。
绳子跟它接触，因此它在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 W 的力，就是这个重物给它的力 W。 好，绳子跟它接触，所以它朝这个方向有一个张力，张力。然后这一点它有铰链在这里，这个东西它会往下掉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整墙就拉住它，所以呀，就是朝这一边，假定这个是 FY， 这个没有关系，你假设错了也没关系，你假设朝下，最后求出来它是个负值，啊，你假设正对的话，它就是正值，然后呢，啊。这边拉它，它有点像里头底呢，所以墙给它的水平力是朝这个方向，这个是不会错的。好，力都画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用一根第一条线跟一根第二条线，你们回去啊，用一根第一条线跟一根第二条线，我这里呢示范一下，它有三个未知数啊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要三个方程式，对不对？我三个都用，第一个、第二条件，三个都用。啊，那现在我们首先看，
KR 等于 FFH。好，等于零。哎，啊，从这里我们可以解出，啊 ，FX 就等于零。然后 sigma top about a， 对这一点的话呢，它经过它这个没有问题。FX 也经过它，只有这两个有依据。这个是幂时针方向旋转，它的幂背是这一段 L 减 B， 所以它是正时针正的段。然后 FY 乘 B。那很容易解出啊 ，FY 就等于啊，你看我们三个图形都是用这个。第二条件，有时候我们在斜面上面取 x 轴 y 轴，不一定要平行斜面啊。像我们做过，跟斜面平行的，我们取 x 轴；跟斜面垂直的取 y 轴，不一定。而且我们取的轴，你取不巧，这个题目很好。你取的不巧，这个题目错啊！好，我们现在也举一个例子，我们看看。好，这里，有一个，这个是圆柱体，矢量是 m， 它摆在这个斜面上面，斜面有个摩擦力啊，就斜面有摩擦系数，有静摩擦系数，那么这边就绕着绳子啊，然后一端呢就抽上去。固定在天花板上。如果这个物体是平衡，这个圆柱体是平衡，我们要求啊物体跟斜面上的摩擦系数要等于多少？它才能平衡啊 ？m。好，我们说。这个是摩擦系数，
好，现在我们怎么做呢？那你就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你要求摩擦系数，因为摩擦系数是用它的摩擦力跟正向力求出来的，因此啊，你就等于要求它的正向力跟静摩擦力啊，我们是 Fs 大于等于 Usm， 我们要求的是 Us 的，所以 Us 呢就要这个是三，这个是四，这个是五，
这个就是37度，这个是53度啊，那就等于3/4。3就等于0.75了。0.75，好，那么我们就知道 ，mu s 直接写这个 ，mu s 要大于等于这个啊 ，mu s 大于等于这个的话，就说你进摩擦系数只要比这个大都可以，啊。那么它的 minimum 呢，就是等于0.75 μ s。好，那也就是这里告诉你说它的轴啊 ，x 和 y 轴不一定要跟斜面一直成垂直的形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一个这样的问题。画出来，这个时候啊，你就不好先画它的差。
超距离，我们习惯上都先画超距离，对不对？超距离作用在，如果物体是均匀的话，就作用在它的几何中心呢。那现在不好画，你不晓得呢，应该作用在哪里啊？那我们先画这两个固定，这个是张力，这一半的链条给那一半链条的一个，那就是张力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强给链条的，我们假定是 force P。好，我们把这个作用线画出来，这个作用线也画出来。这两个力共点，我们只有三个力，三个力平衡的话应该共点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一定经过这一点啊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重力啊画出来。2/2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呢，就换一个坐标 x、y、轴画出来以后，我们把这个力，这个着力点搬到原点来，这个就是它的2/W。那这个是西塔角的。这个是西塔角，这个是西塔角的话呢，那就是这个角是西塔角，所以 P 就是朝这一边。B， 好，西塔角了，然后 P 是朝这一边。画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列式。好，平衡第一条件。好，平衡第一条件，我们去看一个 sigma fx fx 这个有。
我们用执行跟第一条件跟执行第二条件。好，那么将来我们会遇到有滑轮的问题。滑轮如果没有质量的话，滑轮如果没有质量的话，如果没有质量 ，m 等于零 ，i 也等于零，它的转动惯量也等于零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以这个。这一点来看啊 ，sigma top about O 要等于 F T 1乘上 R， 我们用 T 2吧，就是逆时针方向旋转，减掉 T 1 over R，sigma top 要等于 I alpha 等于零，因为 I 是零啊。I 是零，那因此我们就知道 T 1就等于 T 2，所以一条绳子跨过一个没有质量的滑轮的话，它两边绳子的张力是一样啊，两边绳子的张力是一样。哎，要记得这一点啊，好，记得这一点。那我们现在，看一个滑轮，我们看一个这样的问题呢，我们找一个题目来做啊。我们讲的这个地方的 mu 等于零，滑轮没有质量，滑轮没有质量，啊，这是 m a， 这个是 m b。我们现在要问，绳子的张力是什么？各物体的加速度是什么？各物体的加速度，
你要怎么做？你在分析什么问题啊？他要求利，一定有利，对不对？他是利的问题，有利嘛？然后是平衡还是不平衡呢？不平衡，因为他要你求加速度，所以不平衡。那这现在要用什么问题来做？用什么方法来做？牛顿第二定律。啊，牛顿第二定律。用牛顿第二定律，你还是一样，先把关键的物体找出来。关键的物体。然后呢，画它的地图。有时候关键物体不止一个啊。啊，我们现在比如说，我现在取这个 A 啊，以关键物体 A 物体啊，我现在按牛顿第二定律，那就把这个物体的外力画出来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有 normal force， 然后这个地方有 g， 有 g， 好，我们把它的加速度，我们假定这个加速度就是 a 往这边的啊 ，a 往这边。啊，现在按照这个，我们只要求它的 x component 就好了。啊 ，sigma l x， 它就是 t， 因为这里没有摩擦力，就是 t。t 要等于 m a， 因为这里 AA 也不知道 ，T 也不知道，不理解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取 B 物体，再取一个关键物体。你把 B 物体的外力画出来，我们取这个，我们取这个滑轮啊，我们取这个滑轮好了。B 物体，好 ，B 物体 ，OK， 好，我们把它的重力画出来。好，这个呢，这个我们知道，这个 T 啊是两倍的 T 啊，因为啊。这是同一根绳子，都是 T， 都是 T。然后，这个没有质量，没有质量的话呢，啊，你这个力，假定这个不一样，这是另外一个 T 出法，两倍的 T 减掉 T 出要等于零啊，没有加速度，所以这个张力就等于两倍的。那因此我们就画成这个，这是两倍的 t， 好，它的加速度朝这边 a b， 我们知道这个加速度啊，跟这个有关系，这个绳子被拉了两公尺。这个才下降一公尺，因为你要拉两公尺的话，这个要下降一公尺，这个要下降一公尺，总共要，就说这个下降一公尺，这边一公尺，这边一公尺，这里需要有两公尺，所以说 A B 要等于两倍的 A A 啊。不过我们先按照这个来做，啊，我们说 T 二 T， 不写 sigma F。
来观，向上是两个 D， 向下是 M。B 七，它要等于 M 比负 A B， 因为这个是一个向量值，加速度朝这边是 y 的负方向，这个是负 A， 啊，这是第二式。好，我们再加一个，说 A A 要等于。两倍的 AB， 为什么同一个时间它要前进两公尺 ？B 五腿才下降一公尺啊，所以它加速度呢有这个关系。好，那你就解这三项啊，解这三个式子，你们回去解啊，我就不解了。这个是有关于滑轮的问题。再来，我们就看以上我们讲的都是等加速度。如果加速度不相等，不是一个常数的话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好，我现在举一个相同例子。地球的半径大啊，地球的质量是大 M 一。现在有一个人呢，他站在这个地表上面，以速度 v 零垂直上抛一个小球啊。然后小球呢就升到最高点，最高点。如果这个最高点的高度等于 r， 比你要多少？如果最高点的高度变成无限大，就是一丢啊，跑出地心引力，那 v 零是多少？就这个问题你怎么办？都看看，它有到
地表 V 零地表就是未知，体积的未知。以 V 零的速度上高，这就是它的初速度。所以我们知道它的起初条件，要求落后条件，求高度啊，就最高点的高度。那我们当然可以用运动学来说了。运动学你知道起初条件，知道落后条件，可以求加速度。不过我们现在是起初条件不知道，知道落后条件，你要知道加速度，对不对？知道加速度才能够求起初的条件。那我们首先就求加速度。加速度我以前说过，我们有运动学可以做，因为这就是运动学。运动学里面要求加速度，那要求加速度啊，那运动学呢？你现在不能做，因为你起初条件不知道啊，所以不能再用运动学求加速度。我们只能用动力学啊，牛顿第二定律 ，F 等于 ma。你知道 F， 知道 m， 就可以求它的加速度。我们讲的这个小球啊。它的质量 m 小 m， 质量是小 m， 那我们就用牛顿第二定律来求加速度。你现在要用牛顿第二定律，牛顿第二定律啊，还是一样，你把关节物体找出来，作用在关节物体上的外力画出来，就是在它上升的过程里面啊，随便找一点，它在这里的时候，它的外力。我们空气阻力都不算了，所以它仅仅只有什么力呢？ gravitational force， 只有外部引力，因此它唯一的一个力就是 F gravitational， 唯一的一个力啊，那我们就写sigma f， 我们写这个，我一度空间啊，一度空间我们100关，它是等于 f， 只有一个 gravitational force。好，我们现在给它一个坐标，我们假定这个是 r。universe， 这个是它跟地心之间的距离。我们假定这个是 r， 我们假定这是 y， 你假定 r 轴也可以啊。然后这个是地表，地表到这里的距离呢，我们是用 h， 多高？这个等于什么？它是等于负的啊 ，g m 乘上大 m 一，over r 平方啊，因为是向下，所以我们用负。现在是用一维啊，一维运动的。因为运动的向量用正负号来表示，等于这个，这是因啊，因要等于果，
MA， 对 MA， 那 A 就等于什么呢？我们就知道 A 是等于负的。所以 A 是等于负的 GME over R square， A 是往下。当你知道加速度要求速度，我们就用这个求有 A 要等于dv over dv， 但是这个 a 是什么？是位置的函数，所以我们说 v dv over dr， 啊，啊 ，a 是等于负的 g m e over m a m c m c m。A 等于这个，这个负极。A 是等于这个啊，这个负极没有变的，这是就 A。好，从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啊，把 R 放在同一个位置。好 ，R 拿过来 ，R 摆在等距的右边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这么写的。这个我们写的负 g m e， 啊，要等于 v d v， 我们把它把同一个变数摆在一起啊。然后我们来积分。好，我们现在先积分这个。好，起初条件 ，R 在当小 r 等于大 R 的时候，它在这里，在这里就是大 R。V 是 V 零，当它等于任意位置的时候呢，任意位置就是 R，R 要等于。任意位置我们可以写成，这是 r 加上 h， 啊，把这个写过来，这个是任意位置最高啊，这是任意位置 v 了，任意位置 v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两端积分。这就是二分之一 v 平方减 v 零平方，这个积分是这个，就是二平方啊。好，那它就等于负 g m， 这个积分是什么？负的二分之一，那二是等于 capital R 跟R 加 h， 那你把这边上下线带进去，不得正，我们就把正啊，正。现在我们要求的是 V 零的，求 V 零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先摆这里，把最高点，我们 A，B 等于零，就是最高点的速度，最高点的速度。那它的 H 呢是等于 capital R，
所以这个就是负的二分之 v 零的平方要等于啊 g m 一啊，这个是 r 二分之 r 二 r 分之一减掉 r 分之一，那这个一减就是负二 r 分之一啊，负二 r 分之一，那 v 零平方就等于 g m乘上是二，我估了啊，所以 v 零呢，我们取正的啊 ，v 零就等于这个 g m e。over r， 可是我们知道，如果这是平方的话呢，大 r 平方这就是地表的重力加速度，所以我们分子分母同乘一个 r， 那这个就变成根号 r g， v 就等于根号 r g， OK， 好，再来我们看 r b。凝结了，成
为水珠，它受重力的引力呢，它就开始往下掉，开始往下掉，开始往下掉的时候啊，它一边是受重力，一边还有两个力，就是浮力。它在空气里面有体积的东西啊，它会有一个 buoyant force 浮力。还有呢，它在空气里面运动，它周遭的空气会跟它会产生一种摩擦力。这个时候我们称它叫做粘滞力，对它来讲是一种阻力。受这三种力，那我们现在要问，那个雨滴形成以后，在它往下掉的过程里面，它的速度跟时间有什么关系？速度跟时间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一般你植物里的话，你研究问题就是研究差不多像这一类的。并不是说我给你一个什么起初条件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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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要你求末后条件。好像运动员，我给你起初条件，给你加速度，然后你求第几秒的速度，或者什么位置的速度，不是那样的。你平常你就看，沿着那个地形轴它怎么掉下来啊？那你怎么研究啊？我们当然要有理论根据了。好，雨滴形成，它就开始有质量，对不对？有质量的东西，它在地球表面会受力。它的运动状况就是跟它的外力的合力有关系，所以你就把它的外力全部画出来。利用牛顿第二定律，求它的加速度，加速度就是它速度的改变，运动状况就是它的运动状况。所以我们假定说这个雨滴，我们假定它是球状，球状，质量是 m， 半径是 r， 我们假定雨滴是这样的，形成了。它现在受力啊，你把它的外力画出来啊。外力，首先我们画超距力 mg， 还有两个力，我刚才说一个就是浮力，往上浮力，因为它往下掉，浮力就是往上啊，所以它有两个力，一个力。buoyant force， 假如它的体积就是那么大，假设啊，浮力就是常数，浮力是一个常数，浮力是常数，我们讲这个是，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重力，阻力 ，resistance， 我们用 R 来。那这个粘滞力啊，跟物体的速度有关，有时候跟速度一次方成正比，有时候跟速度的二次方成正比，方向呢是跟速度相反，方向跟速度相反，所以它就等于什么？等于负 k， 这是一个常数，我们假定它是跟velocity 一次方程的，这三个力，这三个力以后它就往下掉啊，它的加速度就往下啊。画了对不对？加速度画了对不对？牛顿第二定律列出来，
歪，我们用一维运动，向上是正，向下是负，它现在就是什么 B 啊？这个是向上哦，这个是一个，这个是一个向量式哦。那大小呢？就是说 R 的大小等于什么 ？KB 啊 ，R 的大小等于 KB。要注意啊，这个 R 的大小，它就等于 KB。哎，好，那现在 R 是什么方向？向上，所以它就是加上 KB， 它减掉 MG， 向下等于。要等于这个雨滴的质量乘上它的加速度。我们假设加速度是朝下，所以就是用负的，用负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这个式子大家都成一个负号，我们就得 mg。减 b 减 kb 要等于 ma， 这个式子很重要，就你研究一个物体的运动状态，你要把这样的一个动力学的式子把它写出来，就是用牛顿第二定律写出来，你写得出来，你才能有希望可以解它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去看 t 等于零的时候，一开始的时候 v 是等于零，这雨滴一形成呢，它就开始动了， v 等于零，这个时候的 a 呀，我们应该是等于 a 零，叫做起初加速度，它速度是零，但是它加速度不是零啊，起初的加速度不是零，你把它带进去看一看呢，它的加速度是多少？啊，那么这是零。Yeah.
KOMV 要等于 A， 我们都成一个，都被 M 来除，这个是什么？啊，这个就是它的这个 A 里边啊。好，那么我们说这个 A 是等于什么呢 ？A 是等于。等于 dv over dt， 加速度是等于 dv over dt。我们现在要来解这个，我们这边还是这样做，我们把它都被 k 来，被 k 来。我们先画一下，大家都被 K 除，那就是 MG 减 V 被 K 除，啊，减掉 V 要等于 M 被 K 乘上 A， 啊，好，那这个呢就等于啊 M。A， 然后 dv over dt，dv over dt， 那我可能还要再讲一个，因为这里头啊，牵涉到一个量，牵涉到一个量，我们先讲这个。说 V up 我们先做这一项啊。当时间，你刚才说这个是越来越小，啊，这个是越来越大，这个越来越小，然后这个越来越小，到最后总有一个时候啊，这个越来越大，这个常数，这个等于零，那就是 A 等于零的。A 等于零的话，它速度就在增加啊。那我们从它的 v 呢，要等于 v，a 等于零，啊 ，a 等于零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带进去，啊，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就比较好解啊，就等于 k，v 要等于零，那么 vt 它就等于 mg 减 v 就 k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叫做终端速度。
分要等于负的 k over m 乘以除以一。好，t 等于零的时候 ，v 是零 ，t 等于 arbitrary time。它是任意值的 b， 那我们就把这左右两端都积分呢，左右两端都积分，那就变成 log v 减掉 b 零到 b 要等于负的。k over n t， 那这边呢就是 log b 代进来 ，b 减 b t， 零代进来负的 b t， 它就等于负的 k over n t。然后我们把这个用 log 的运算。它就是 exponential k over n t， 好，我们最后就得出它的 velocity 跟时间的关系是等于 vt 一减 exponential k over n t 这个关系。所以我们学了物理以后，你要会去用它啊。不一定说我要给你什么起初条件，你去求落后条件，那个要你求啊。那只要会代公式就可以了。那随便起一个高中生，给他公式他去算就好了，对不对？那各位将来就是 senior engineer。都是高级的工程师，你就是要从这些自然的现象里面去啊，找出某一个真相。好，以上我们是介绍牛顿第二定律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牛顿第二定律应用在曲线运动。我们看一个这样的问题，本来这里有一条线，定的一个小时点是 n， 这个时候它一般是自然下垂的啊。可是我们现在让这个线呢倾斜一个西塔角，让这个球呢，在这个水平面上面。做圆周运动，做圆周运动，它这个。速度 v 是一个定值啊，是一个定值，在水平面上的运动啊，水平面。这个长是 l， 它的质量是 m， 这个是 西塔 角。现在要求啊，这个指点绕一周所需要的时间。
求这个指点，绕一圈所需要的时间。说这什么问题啊？有时候我们一下子啊，不晓得有什么问题啊。不过你可以大致知道，因为这个球做的是什么运动啊？等速、水平的圆周运动。做等速、水平、圆周运动的物体，我们在此有分析过啊，它只有向心加速度啊，向心加速度是等于常数，向心加速度啊，所以它这个一定跟向心力有关系了啊。那么我们首先就用它的题目啊问的问题先着手啊，我们假设啊。他绕一周所需要的时间啊，我们用 P 来代表，它等于什么？就是时间，它绕一圈所需要的时间啊，它就等于2πr，r 就是它的半径，我们是大 R 啊，2πr。把 v 来除啊，因为 v 乘上一周的时间就是2πr，对不对啊？好，那现在你知道些什么呢？ r 我们可以求出来了， r 等于什么？ r 等于 l sin theta， l 知道， theta 知道，那没问题。 v 呢，你怎么求 v 呀？怎么求 v 呀？运动学能求吗 ？dx over dt， 你不知道 x 啊，也不是因为运动啊。那你知道起初状态跟这个加速度吗？那也没告诉你啊，都不能做啊，都不能做，我们就用什么？用牛顿第二定律。牛顿第二定律里面呢，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它的加速度的法线分量要等于 v 平方 over r， 所以 v 平方就等于 r n 啊，所以 v 平方等于 r a n。这个第二个，好，第三是，那 a n 怎么办 ？a n 等于什么东西啊 ？a n 啊 ，a n 就是向心加速度。我们现在把你要求加速度，你要把它的外力求出来。你要知道果，你必须要先知道因，所以你就把它的外力画出来，重力。好，张力就这两力，就这两力，还有没有别的力啊？还有
成员里面都还有向心力。向心力是某一个特别的力吗？什么力把它拉向中间呢？有没有特别的力啊？没有啊，就是这两个合力啊。那就是说啊，这两个我们知道它的 sigma P 要等于 sigma F。就是 T 分 mg， 好，它做等速圆周运动，那它只有向心交，只有这个，因此我们就知道这两个力的合力啊，一定在这个方向上面。所以 AN 就等于 M 啊，等于 G/tangent 的西塔。啊，你把 G AN 带到这个 E 三十啊，我们把这个带入。第三式，代入第三式呢，我们这个 V 平方 R 乘上 AN 就是 G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连同这个式子带入第一式啊，这个第四式。好，我们四二带入第一式，我们这个 P 我们先写。二 I R V R G tangent theta 啊，那它就等于啊二 I 通道约在一个 R， 这个 G tangent theta R 等于什么呢？L 三十一啊，所以它就等于二 I 根号 L 不三十一吗？偶尔记住就解出来了。好，这个是。我们用这个牛顿第二定律啊，用它的切线分离跟纺线分离啊，现在用到的是切线分离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题目。
有一个原则很大啊，就是所有的场所都有的。这个原则呢，半径是 R， 它这里有个地板，这个地板呢可以升降。那么这个圆筒啊，它可以绕这个轴旋转，绕这个轴旋转，可以绕这个轴旋转。如果啊，现在这样，它整个玩呢，就是让人进去啊，人都进去以后啊，就一个一个贴着墙壁站。这个墙在这里，这里站满了人，以后他就开始让这个人开始转，开始转。人从开始转的时候啊，转到某一定的速度啊，某一定的速度，它的速度成一啊，转到某一定的速度以后呢，它地板就下沉。地板就下去，这个人的脚就离开地板。但是人不会下去的话，那就让人因为这样子就贴到这个墙上，像头贴一样贴到这个墙上。现在问你，你要注意一些什么？你要多大的速度？你半径是那么大，一定了，你速度要多大？然后人跟墙之间的摩擦系数要多大，参与半径到？要出这个问题，那怎么办？那我们现在怎么求这个问题啊？啊，我们知道这个是人做等速圆做运动啊，它会有向心力啊。那有速度，有半径，我们知道它的向心力。你要给它向心力，它设定的向心力。好，我们就把这个人呢，跟墙壁之间的力啊画出来。啊，这个是墙的啊，这个是墙。啊，墙壁之间，我们首先把这个人的重力画出来。这个人有重力。墙给他的力啊，墙给他的力就是他的 normal force， 然后墙跟他接触有 normal force， 还有一个力就是 maximum static friction。
the Multilateral State Friction of the U.S. U.S. 身上 and the income of the arm 啊，然后再不第一次的话就等于你要看情况来设定。那我们今天先。